身影在风雪中摇摇晃晃，站都站不稳，一瞬间这一名交警消失在镜头前。你警察管哪去了？新疆阿勒泰吹起十级狂风，多台车辆受困风雪中，交警帮忙寻车找人，险被吹走。吉林长春零下七度，湿巾放车窗外，瞬间被冻成冰雕。消毒用的湿纸巾短短六秒变得僵硬。山西太行山零下四度，海拔高，加上属于喀斯特峡谷地貌，水源充足，岩壁上出现冰挂悬吊，晶莹剔透，仿佛进入冰川世界。山东威海在大风寒潮天气下，沿岸的海浪拍打礁石，海水溅到岸边护栏，瞬间结冰，挂出长短不一的冰凌，像是冰河世纪般。而新疆赛里木湖湖水结冰，浮冰在风力作用下，冰块漂浮旋转，慢慢形成中间薄周边厚的冰囊，成了独特的冬季奇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海皇鲍鱼干贝 XO 酱，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，味道马上升级。它蛋白质是鸡肉啊，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，更是呢矿物质远高于鱼翅啦、燕窝之上。赶快上快点购，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 627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哦。